Hello，大家，我是伟哥。我们今天继续玩王者荣耀，然后赢得一星是刘邦，刘邦是限免的，啊是微信区，然后准备继续是由皮皮邀请的啊，他赢的是王昭君。王昭君以前是没有保护罩啊，保护魔那个保护罩，现在有了，一开局就有。然后这个刘邦也是很久没用了。刘邦以前一技能好像是有减速效果吧，现在好像没有了吧？这个一技能啊，有减速效果，但好像反正没有以前那么好用了，就是。刚出来的时候刘邦还是挺溜的，特别是打那个克隆战的时候啊，刘邦几个刘邦一起开那个一技能一起爆，对方都受不了啊，折磨对方折磨得很惨。好，来了一个露娜。人呢？这个刘邦的技能有点，反正那个就太乙真人啊，有点像这个刘邦的技能，就一技能按一下之后，它可以选择自爆或者直接让它自动爆或者自己手动爆，对吧？有这么多人，又有一个孙尚香，一个露娜，叫我无从下手啊！痛啊！这两个家伙真讨厌。有没有人支援我一下？上吧，兄弟们！爆死他！啊，死了！哎，还没死啊，可以走了，安心走了。一下子变成3打1啊，3打2，原先是2打1。被他们欺负的不要不要的啊！刘邦的大刀可以传送到队友身上，这就和哪吒刚好相反。哪吒是传送到敌人身上，但是哪吒传送的速度比较慢，没有刘邦那么快啊。哎，我就不需要按。直接冲过来，那他连个助攻都没有啊！那这边有个李白，小白白，小白，哎，我擦，小白我又掉回头了，出乎意料，没算计啊，没算准，丫的，你再跑，你再跑，哎呀，怎么每次都考歪了啊？有点坑，我技能没恢复啊，我要等一技能出来。哦，呀，被他锁定住了啊！快闪，远离，远离杨戬。啊，他死了！又被卡了，被那李白的一技能。最近这个刘邦伤害变弱了好多了。以前刚出来的一技能伤害还是蛮高的，现在感觉一技能打得不疼。我选择出装都是黄玉装。所以可能可以有一些影响的。
我操！这些床飞了。嗯。跑得真快啊！只能自爆。这爆不死人啊，我操！最近刘邦真心不好运掉了。咦，我怎么这么快就死了？好，我明白。哎呀，刘邦不好运啊。我选的都是防御啊。这个没团啊。这个王昭君皮皮说的啊。人没齐。我要看飞到敌人身上去了。狄仁杰。哎呀，我擦，飞错边了。你跑跑啥子跑啊？都是要死的。好卡呀，我操！两个都是没多少血的，先爆死一个再说。露娜，跑杀，我操！你跟我开玩笑呢？好闹我啊！太坑爹了，被对方一直闹啊！又要回到狄仁杰身边去吧。打不了我。跑呀！这五月不走啊！糟糕了，后排没人了。我死了，没办法了，闯不过去了。我操，老是扛不到他，被拉过来了。快跑快跑吧，顶不过了，顶不住了。人情欧何必单挑呢？啊！
这边是谁？项羽一个竟然敢打暴君的主意。有没有人去杨戬那里？我可以传送过去的。不过到后期开始猛啊，前期现在好多人是前期不好发育了，后期开始好发育。这个刘邦啊，后羿太准了，哎呀呀，快，还真准啊！中午院掉线了。人一多就卡壳啊，那大家把我拉回来了啊。那李白呢？射手啊，这个后羿很不错啊，瞄得准准的。我操，后羿好溜啊！哦，又中。百花百中，我操！糟糕了！又超神啊，天下无双！六啊！嗯，我往后羿打这么久，连回城都不回，伟哥厉害，这个伟哥很厉害啊！传过去，不需要传啊。19杀，好猛啊，超神。